Sandra 你好啊，好你已经着、Sandra 你好啊，好高兴可以问访问到你一啲嘢。点解你会即系你都着咗 Aulora pants 一段时间啦？咁点解你会有呢、這个即系推动力会有即系知道有呢样嘢啦？同埋点解你会着呢条裤咧？其實呢我就喺去年嘅12月呢開始著Aulora pant 嘅。咁當其時其實係點解會係即係著即係買呢條褲著呢，就係因為我自己本身腰嗰度有第四、第五節生骨刺啦，跟住頸椎有第五、第六節生骨刺，咁又有網球手、高爾夫球手、腕管綜合症，咁其實就好多痛症一個身度。咁喺嗰段時間呢，其實我都有去揾一啲治療啦，譬如睇專科啊，又去針灸啊，又去推拿啊，咁只係幫到我自己嘅一半啦。咁但係呢，一到返到公司之後呢，就一坐低呢要做嘢嘅時候呢，就嗰、那個大髀筋咧就好痛啊，好揞住啊，咁就要成日有一入廁所拉拉筋啊咁啦，咁就好困擾，好困擾。咁所以就自己就諗住諗辦法，因為其實推拿針灸又唔可以日日做，又唔可以日日推啊嘛。咁變咗就就自己諗辦法啦嘛。咁啱又嗰晚咁啊百無聊賴咁喺個電話度睇睇下，咁啊見到 YouTube 裏面咧就有人著咗呢條褲分享咗出嚟，就話個痛症減幫佢減輕咗，因為佢生個 BB。咁樣，咁所以就聯絡咗我上司阿 Maggie 啦，咁就買咗呢條褲去著咯，咁樣係啦係啦係啦。咁著咗其實我都嗰、那個反應都幾大，因為我比較個人比較敏感一啲。咁著咗之後第二日咧，其實咧最幫到我，因為我自己本身有開始更年期啊，嚇咁咧就更年期嗰個問題咧估唔到係改善咗我有三分一。咁我自己都覺得好 surprise， 點解會點解一條褲點解會係個功能咁得意，咁大功能可以即係連更年期嘅問題，我困擾咗好多年都可以幫助到咧，咁然後跟住咧就著咗大約一個星期到啦，咁就個痛症咧嗰、那個大髀筋嘅痛咧已經減輕咗啦，咁然後就我係其實24小時著嘅，咁就因為嗰陣時係冬天啦，咁所以就知道舒服咗，舒緩到，咁梗係繼續著啦，係咪先？咁就所以就著到而家咧，其實除咗痛症減少咗之外咧，咁仲有嗰、那個我自己都 fit 咗咯，我都輕咗十幾磅啊！係啊，都好有即係一個信心再繼續去著喎。會啊，真會啊，會啊嚇！其實而家我都介紹咗我啲親戚朋友啊，啲即係啲即係點啊朋友嘅朋友啊，咁都入買咗條褲去試嘅。咁佢哋通常都係好多好多痛症啊，同埋嗰個更年期問題啊，又或者係自己個胃唔好啊，腸胃唔好啊，咁都係或者係女士最想 keep fit 㗎啦。咁啊，都系想瘦啊，咁样，咁所以咧，都佢哋都有好多都好有见效咯。